这里是丽江，一个神秘、悠远，令无数游人向往和迷恋的地方。在这里，我们认识了苗族姑娘小平。小平说，她的家就在玉龙雪山脚下。从认识小平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穿着自己本民族的服装，轻松自在，有说有笑。这和我们对她这个年龄的人喜欢穿名牌、赶时髦的主观猜想有些不一样。阳光正温暖，基本上人家来丽江都只觉得丽江就有纳西族，对吧？然后都没有人知道有我们苗族。小平名叫陶顺平，今年18岁，别看他读书不多，知道的还不少。看得出来，小平为生活和工作在丽江这个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而自豪。他们这服装很漂亮吧？人家很漂亮。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族吗？什么族啊？不知道。什么族来的？苗族、很多游客只知道丽江有纳西族，却不知道还有苗族。小平年龄虽小，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千百年来苗族人身上本应流淌的那种渴望展现自我的个性。别人看着我们也挺好，然后我们也自己也感觉很好。白天的丽江安详而宁静，天空湛蓝，小桥流水，房前屋后花香四溢，悠闲的人们用心感受着时光的美好。晚上，当音乐和着流水的声音流淌在大街小巷，丽江这座东方古城又变得多情而浪漫。有意思的是，在这里各民族兄弟融融乐乐，亲如一家。他们经常三五成群，身着本民族的服装，同台献艺。这不，韩国鸟叔朴宰相的江南 style 在这里别有韵味。这天晚上，小平在酒吧和小伙伴们玩得很是开心，他们美丽的服饰像一道流动的风景，给古城的夜平添了一抹耀眼的亮色。凌晨5点，我们从丽江古城出发，将随小平回到他在乡下的家。父亲已经催促他好几次，要他回家排练歌舞节目，准备参加市苗学会成立汇演。我们不知道小平位于玉龙雪山脚下的家会是什么样。天渐渐亮了，玉龙雪山一改往日阴霾的天气，向我们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天色已累，已拉索。玉龙雪山是著名的国家5A级景区，玉龙雪山脚下就是小平美丽的家园。从景点到小平的家有一小段距离，山路蜿蜒曲折，窗外流动的风景不断给人惊喜。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小平的家。
这里是甲子村联合七族，整个小村子几乎都是陶姓苗族。玉龙雪山融化的雪水滋养着这里的人们。比那个石坎也太高了，以后这个来点这个。这位老人名叫陶才发，是小平的祖父。要被雪山生的往挪的往哪后的哦，他是被雪山生的。哎呀，多大年纪了老人家啊？有多大年纪？我九兄那一帮人二兄了，哥。九二一帮人弟兄了。哦，一帮人弟兄，103岁。那30了。103岁，也就是说，老人出生在于1910年，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很久远的年代。而今，老人仍是耳聪目明，着实让人惊讶。听说我们的来访，老人很是高兴，还未等抽完手中的香烟，便为我们讲起那些久远的事情。有数字叫上甲地的人，在不知道有些这么多。老人说，他的祖辈是从贵州迁徙而来，当时这里全是原始森林，人们刀耕火种，开辟出了今天的村庄。老人还说，年轻的时候也曾在丽江大名鼎鼎的土司府、幕府做过帮工。老人有个爱好，就是吹芦笙。2006年，曾受邀到丽江市参加丽水金沙的演出。那年，村里一下聚了18个年轻姑娘、小伙为他伴舞，老人也吹得特别带劲。可是老人每次出门都晕车，很受罪，于是孙辈们不再忍心让百岁老人出远门。我们主要的那个经济还是靠那个农作物吧。回到家，小平是妈妈的得力帮手。所以现在才慢以后就是有做出口了嘛，有几天有做出口。没过一会儿，一桌好菜上桌了。是那个放我西南最大。吃过午饭，小平的爸爸陶光胜开始张罗排练的事。我们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我们苗协会成立9月24号，我们虽然活着有点紧，但是我们要把这个节目搞好，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谈谈。我觉得我们要这样一个动作，你们觉得好不好看吗？我想爷爷的那个父母的时候就到这儿，现在我们苗族是很旺盛了，但是在那个丽江大街小巷有其他的民族，就没有我们苗族的。只要有机会展示我们苗族的机会，我都要去争取，为了我们苗族也要宣传一下我们苗族，是吧？我们苗族也应该不能再萎缩了，有什么机会我们都要出去展示一下。谈起自己本民族的话题，小平的爸爸似乎很激动，有种难以抑制的民族自豪感。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就如何展示自己本民族的话题，小平的爸爸和小平为我们讲述的如出一辙。
开甲子村，我们将去到位于玉龙雪山脚下干海子蓝月谷的印象丽江剧组。我们联系要采访的另一位主角苗族小伙杨成荣，是印象丽江唯一的苗族演员。早上七点多，已经有很多旅游大巴往雪山上赶，其中很大一部分游客都是奔着印象丽江来的。印象丽江是继印象刘三姐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大型实景演出，总投资达2.5亿元。主创人员由印象刘三姐的原班人马张艺谋、王朝歌、樊月组成。印象丽江以雪山为背景，集天地之灵气，取自然之大成，以民俗文化为载体，用大手笔的写意，在海拔3100米的世界上最高的演出场地，让生命的真实与震撼贴近每一个人。十多个少数民族的铮铮铁汉，都是玉龙雪山下16村庄的普通农民。500多个皮肤黝黑的非专业演员，用他们质朴的歌声、滚烫的汗水，与天地共舞，与自然同生，带给人们心灵的涤荡和震撼。苗族演员杨成荣就在这样一个知名的剧组里上班。我们想通过记录他在剧组里的点点滴滴，反映小杨真实的生活面貌。那么怎样才能找到他呢？昨夜开始下的小雨到现在一直没停过。我们首先来到演员的驻地，但没找到小杨。不一会儿，陪同我们的村干部杨成功带着一个小伙子走了过来。没有想到我们要采访的主角其实就是他的弟弟。今天是几点钟开始？今天我们第一场是9点钟。9点钟。那你现在要做什么？马上我马上要去集合，完以后就去换衣服。这个过程我们一直跟拍是可以的吧？一直跟着走是可以的吧？要该去跟领导说一下，可以说了吗？跟他们啊，跟师团长。我们师团长才这时候才上来，要去跟他说一下。早就听说印象丽江剧组对演员的管理非常严格，任何媒体的采访拍摄都有一套繁杂的程序。哎，师团长，我就是办事处的了。我办事处去嘛。会不会耽误你的时间？不会，不会哈。早这时才8:20，你自己把握时间哈。乘着村干部杨成功联系的间隙，小杨邀请我们到宿舍坐坐。你在这里几年了？就是在我在这里已经有8年了。8年了。嗯，那应该差不多开始就在这儿吧。嗯，我们是第一批来的。窗外不断有旅游大巴来来往往，很多游客已经在进入检票口。他咋说？是你知道被摸了就不是去了，把当着被苗族的啥证件都我一见你是什么意思？为了你咋么说呢？这我就怎么这个想的给人家呢？这场可能是进不了了吧？这时候都还他们不同意是吧？西条山啊，主任。
涉世未深的小平，有点腼腆紧张的小杨，他们都是生活在玉龙雪山脚下的小人物。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没有宏图大志般的抱负，他们只是简简单单，不卑不亢，工作生活在各自的圈子，都深深爱着自己的民族和美丽的家乡。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苗族。